创作这首歌灵感是来自就是跟梦想的一些些概念，比如说像有一句我放了现实残酷，但是却又不想认输。我觉得这一句对很多有梦想的朋友们很重要。现实中的东西是非常的，就是没有想象的那么的容易，但是我们有梦想就要继续的去追求。最大的挑战是时间有一点紧，对，时间有点紧，因为我拿到demo 的第二天就录，对，虽然时间紧，但是整个过程其实还蛮充实。要谢谢他，因为他牵着我，因为本来 key 是比较偏向女生的 key， 所以他还是牵着我到最后。希望大家喜欢这首歌。我们拍完电影就很有默契了咯。好，就你这计划啦，因为我们现在会跟你们玩一个默契考验的游戏。我有点后悔，就说我会给你们两个东西，比如说一跟二，你们要同时回答，看你们同时回答的答案一样的次数有多。Okay. 所以你给了我们选项，如我们讲一二三就讲答案好不好？对 ，OK， 好好 okay, 好，好啊，第一个猫狗。一二三 ，Go！ 好，第二个草花，一二三草。你们会草哎 ？OK， 来来一个太阳月亮，一二三太阳，耶！ Yeah. 然后青色蓝色，一二三青色。好，还有最后一个啊，咖啡茶，一二三咖啡。OK， 不错啦，算是通过我们这个默契考验啦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哎，不是不是，太恭喜大家好，我是阿优曾洁玉。大家好，我是尹建辉。我们的新剧本这部电影呢，即将在1月18日全马上映，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去支持我们。有什么话跟大家讲？1月18日是新的一年嘛，所以希望新剧本这部电影，可以带动整个2018的启动，整个启动，总之是2018年可以带很多希望，然后很多的梦想跟期待给大家。是的。